来到 Joanne 的 channel 啦，现在各位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款超好用、超好用、超实际的一款直板夹。你们应该很多问号吧？是不是？哎，今天 Joanne 会知道什么直板夹呢？应该会很多问号，是不是？来，当然不要想那么多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直板夹来讲的话，真的是很好用的一款直板夹，以及可以讲是蛮多理发店都在用着的一款直板夹。而且这款直板夹来讲是最经典的款式来的，可以讲，蛮多人都有看过这一款直板夹了的。当然，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这款直板夹来讲的话，我也会当场示范在我头上给你们看哦。所以如果你们本身来讲的话，无论你们购买了的，还是你本身是没有见过的、没有看过这款发棒的朋友们，来看看一下今天Joanne要怎么样表演给你们看哦。也顺便教大家一下，到底这个直板夹可以弄什么造型。耶、yeah, ，就是这一款啦！有谁没有看过的吗？来，现在我就把这一个直板夹示范在我头上来给你们看哦。来，各位朋友，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，到底这个发棒它是可以调度数吗？还是不需要调度数的呢？其实这个发棒来讲的话，其实它可以调度数的，它的度数是从140开始，140、160、180、200以及220，它多的是有五个度数来给你调。那我们来讲的话，平时我都是放180度的。180度就是中间哦 ，OK。好，现在我们先做第一个造型来给大家看先。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第一个造型就是弄内弯 ，OK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本身购买了的朋友们，你们不会弄的话，你们可以看我怎样弄。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教大家哈，我就把它分成一半线好了 ，OK。就这样子把它分成一半。
来，接下来跟你们分享的就是直头发啦。卷头发。